喊一下，再来一遍。我来再倒计时一下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一，哎，那个谁，那个，李乐，闭嘴。李乐不是李乐吗？我哪是李乐？我是李乐。好，那我们新瑶来看我们的屏幕啊，你这次输掉，选择哪一个惩罚内容呢？失联男爱，那我肯定模仿韩美娟的声音和动作说白我求求你了，你得报一下哥，我求求你，可以吧？可以吧？给我一个授权，给我一个授权。OK。我跟你讲，你要学的不像我，是吗？嗯，你会有什么惩罚？收版权费。嗯啊，不像要收钱。韩美娟老师的仪态，首先呢，她要弯腰，撅屁股。我啥时候撅屁股了？我啥时候撅屁股了？我这只手要伸出来，然后呢，他的眼睛要不停的眯，话筒嘴巴开。百因必有果，你的报应就是我，记得双击么么哒。哦，有一点像，是不是？可以吧？非常尴尬，非常尴尬，非常尴尬，特别尴尬。那我们来个原版，我们看一下原版，看一下原版。啊，来一个，对比，我们有，我要形象，好吗？我现在还是有一点点，就是觉得就是 idol， 我来这当 idol 来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个还是得收着点，但是大家都很想看哎，我刚才把我爸爸都想看的，我刚才把我线上的创始人们来，大家举手，来线上的创始人朋友们也一起来吧，来一个，来吧。我跟你讲，我这整完之后，你现在直播间得掉一半人，人气能掉一半，你看着。那，百因必有果，你的报应就是我，记得双击么么哒。哇！确实是一比一，我确实很尴尬。好，那我们这一回合的惩罚已经结束了，我们开始新的一轮啊。来听我倒计时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一、二，景龙。你没有理解，你没有理解游戏规则，就是两个人同时喊到一个数字，然后喊出对方的名字。你在干嘛？你扰乱游戏秩序，做惩罚。I'm so sorry. 那佩璇现在了解游戏规则了吗？了解了。 I know, sorry, 对不起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再来倒计时一次呗，三、二、一。一，各位请对走上台，走起来。这也太快了，刚刚发生什么了？我都垮了，干当心了。OK, 来，我们选个惩罚内容啊，佩璇。我选个。惩罚内容我看看啊， freestyle wink 永不失联公主抱起任意队员对对讲，我唱那个酒醉的蝴蝶还是哎，我带货吧。好，拿奇葩道具进行一段直播带货。好的，我们是海星鹅上一下奇葩道具。你认识他吗？远离呀。带货带这个。对，来吧，加油。啥牌的没说啊？就苍蝇拍，自己起名苍蝇拍是吧？ OK 啊，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接下来啊，我将为大家推荐的商品是一把苍蝇拍。这个苍蝇拍呀，它不只能拍苍蝇，它还能拍走你的厄运。来，平时啊，在家它有多种用途，敷面膜的时候可以拿来拍脸啊，促进我们护肤品的吸收，知道吗？来，这款苍蝇拍它的旗舰店价格是98000。今天在直播间它的价格，听好了啊，我说一个数，把嘴给我闭上。9.8。买它，一上链接。好的，谢谢佩璇。哦，我是应该做你的小助理是吧？啊，不，我们这个没有货了，怎么办啊？没有货了，加库存呢，等啥呢？这还得问我。吵架，OK,
可以可以，我觉得可以了。可以了吗？嗯，那我们上下第二个商品来，把第二个不是带几个呀？干啥呀？把第二个干啥呀？我是小助理，把第二个商品还连带呀。来来来，上了第二个商品来啊，这个得带，这个必须要带，这个这必须要带，这个是在这就靠它了。来，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这个这在我手中，你们看着是一瓶酸奶，它对我来讲比命还重要。蒙牛纯真小蛮腰，味道特别好，来我给你们尝一口，你们绝对会想买。蒙牛纯真，为生活加分。漂亮的，漂亮的，好，谢谢佩岑，谢谢佩岑，可以了吧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那我们游戏继续，我们挑战增加一个难度。这回大家换名字，好吧？我们换成给自己起个外号，好吗？好的。那大家先想一想，给自己起什么外号呢？佩岑，我叫韩半拉柯基。韩半拉柯基，好吗？新阳呢？ Yes。 那我就叫张啥也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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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张啥也不是。好，好，好，挺配。我叫胡说八道，胡说八道，胡说八道。OK。我叫井柏林盖，井柏林盖，井柏林盖。好。那我就叫干啥啥不行。啥不行，好的。那我叫虫虫吧，因为我小名就是这个。现成虫虫，虫虫，格格不入，真的格格不入，真的虫虫，你就不能走个东北的？好，那我们再来重复一下自己的名字。我叫韩半拉柯基。我叫张啥也不是。我叫胡说八道。我叫井柏林盖。我叫干啥啥不行。我叫虫虫。好的，那我们来准备开始啊！游戏三、二、一，开始！一、二、虫虫。是因为名字太简单，太好记了吧？对吧？来，那我们来虫虫来接受我们的惩罚，选择一个。哇，我。第七个可以吗？就戴耳机唱《难忘今宵》。戴着耳机唱《难忘今宵》。好的，那我们海星鹅上一下我们的耳机，看一下我们这个耳机。哦，这个耳机对它电音，它里边是我准备的吗？对对，是很嘈杂的。来，那哦，这好难。难忘今宵，难忘今宵。后面不会唱，谢谢。但我后面真不会唱了，谢谢大家，前两句已经够。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谢谢，谢谢了。见好就收，特别好。我们游戏继续，好吧？好，来，记得刚才那个名字吧，都来，我倒计时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一，井柏林盖。哎，谢谢。哎，太快了，这样。哎，你叫啥来着？你叫胡说八道呗。胡说八道。胡说八道。好的，景龙，我们选择自己的惩罚内容。景龙唱歌。唱歌吗？唱歌吧，就当家事了。最强 vocal 是吗？唱歌，就是体现一下最强 vocal。不是不是，那个因为。我看只有一首，就是觉得就是大家都创造营感觉就是所有 vocal 都唱了一首歌，所以你要做最强 vocal。对，必学习。最强 vocal， 最强 vocal 得这么蹲着唱。可以，可以。OK， 那就第一吧，唱《永不失联的爱》吧。好的，这是没有修音吧呀？这个不修音。
谢谢谭老师，谢谢谢谢谭老师都哭了，我哭半天了。我突然不想再玩这个游戏了，还想听他继续唱。好，不行，那我们要继续玩。来，我们倒计时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一、三、四、五。好，最后不是最后的人就输了。你没说没做的人干啥呀？对对，就是最后的人就输了，对，就输了。最后一个就得选惩罚了。来，我们选一下惩罚去吧。公主抱吧。公主抱，用公主抱起任意队员，深情的看着。哎，我知道了，来，来。这里有两个。我不需要。不啊，不需要。I don't need that。来，干望星。来。我抱你。来啊，我抱。是我抱他，他抱我呀？都行，都行。看看来。那你抱我吧。那你对我讲吧，好吧？有这么玩，就他抱我，然后我对他讲冷笑话，可以，可以，也可以。注意安全啊！我脑袋冲那头，嗯。哇哇哦！记得撑，么么哒。记得撑腰，么么哒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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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太尴尬了。哦，我刚刚听到导演跟我讲说，你这不算冷笑话，你这挺热的。啊，我要讲冷笑话。对 对, 对，我必须得啊，那我讲一个吧，你给我拿一个吧，给我讲一下的。挑一个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我跟你讲，能尬死人，知道吗？能，我脚趾头能抠出四个创造营，你看看。你先抱，你先抱完再说。你先抱，你抱完我再说。等会儿，给他放大招。哎，高望星旋转，旋转大招，大招。啥玩意大招啊？讲完让他感觉。小动物们聚餐，只有小象很生气。原来这是一个气象局。刚刚手抖了，刚刚手抖了，尬太尬了，非常尬，特别尬。这两张手卡是我们所有手卡里最尬的两张，太尬了，太尬了，可以了，尬尬。我想说一句话，就是、你说，韩老师就是，他说的有点沉。啥吧，有点沉。刚忘心手都在抖了，怎么这么抖？手都抖了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手抖。不可能，他都能把旋转起来。他演的，不可能。刚忘心都能同时把我们对抱起来。他是紧张，他绝对紧张。我没胖，我挺轻的，其实。是，可能就是，可能就是今天这个手啊，他有点。你有点紧张，你不是他可能就是看到韩老师之后，他就脑供血不足。对，脑供血不足，他就怎么说呢？他就他手上不发力啊，他用脑子发力了。今天都好，那我们游戏继续呗。特别感谢。来，还记得之前的名字吧？差不多也能记得。好，不用记得，我们直接开始倒计时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一。三，重重，哟，同样的画面感觉是。来，那重重，我们一起来选一个惩罚。跟着音乐 freestyle。选过的不能选了，吗？那你想选过的哪一个呀？跟着音乐连续 wink 十次吧。跟着音乐啊，好啊，可以。那我们放下音乐啊。一二三四。六七八九十，我不会单眼，谢谢。哦，不是单眼的，是双眼，就是 wink。我不会单眼的，我还没看到呢。哎呀妈，眼疼，眼药水，眼药水，眼药水来点，眼药水来点。那这个算他过了吗？大家说？我觉得不算，我也觉得不行，啥玩意啊？我都没看着。啥呀？那再选一个吧。
其他都不会了。二人转来，二人转的方式，但我不知道二人转怎么唱，有没有人跟我，那有没有人跟我一起唱，然后找个搭档，你找个搭档。那这样吧，景龙，既然你觉得我不行，那你我们一起来我们就行了，对吧？哎，来吧来吧，酒醉的蝴蝶安排吧。老师 music 能弹一下吗？来段 free。用钢琴配这个，怎么也飞不出啊！花花的世界，依然我是一只自己的蝴蝶。咋唱来着？你下一句咋唱？不会。夜来的轻妙又淡些，却要还我这一生再也解不开的结。好。谢谢，好的，二人转结束了。来，好，我们接下来还要再换个名字，好吧？那这一回合换的名字就换一个跟游戏相关的名字，你可以是一个游戏的名字，可以是一个游戏角色的名字，可以是一个游戏技能的名字，你们随意想，选一个吧。来，佩泉，我叫貂蝉。好的，我叫马可波罗。好，我叫娜可露露。好的，帮我想一个呗。你叫猪八戒。你叫妲己。我叫，帮我想一下好了。啊，你想一个游戏名字呀？啊，我不会玩游戏，因为对。你叫，哎呀妈，你叫啥呢？你叫武则天。我叫武则天。那我就叫深渊巨口。神元巨口，叫钟馗吧，钟馗是抓鬼的，好像。好，那我叫钟馗吧。钟馗 ，OK。OK， 那我就叫兰陵王吧。兰陵王，好，那我们重复一下刚刚的名字。我叫貂蝉。我叫马可波罗。我叫娜可露露。我叫武则天。我叫钟馗。叫兰陵王。好的，记住了，我们准备游戏开始，倒计时三、二、一。二。三四五六，来景龙，来景龙，选择一个惩罚内容。我看啊，我觉得三留还是留给他们吧，因为我想看他们 freestyle。他现在只有一个了，对吗？就是只有那个爆料，对吗？嗯。啊，对，被爆料，被爆料啊，被我们爆料，你被爆料，你已经输了，不行，这个必须是你来 ，You are loser。这个其实是我想爆料别人，被爆料，来吧，爆料，你就这个吧，来吧，那你们来吧，爆料吧，来吧，你们自动出列一下，看鬼先爆吧，鬼，爆料啊，爆什么料啊？就是爆猛料，咱猛，等一下，前提。咱报点能播的，对，能播的前提。咱报点能播的，注意啊。就是，景龙啊，他就是，你别看他这么瘦啊，他比我还能吃，他，啊、他这，就是很有腹肌啊啊，有腹肌，九九归一，对。四十四，太会吃了，真的。我来营里，我就是以前没有碰到过对手，就是吃饭这方面。真的，我想吃。但是就是太尴尬了。对，好吧，我刚才抠手呢，我还寻思他得说我打嗝、放屁、什么睡觉什么之类的。他说我吃饭，我当时可开心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刚才手都紧张。就是啥都能说，是吗？嗯、来吧，保证你不生气吗？我不生气，但能播情况下。他生气，他也不能在这揍你。肯定能播。那你来吧。那就得罪了啊！景龙每天到深夜的时候一直磨牙啊，这个咯吱咯吱，像吃人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就没法睡觉，非常响，非常响，非常吓人。对，这个我也能接受，这个。啊，可以。还没有了吧？那算了吧。还有一个，那来吧。我想一下，景龙喜欢帮别人搓澡。谢谢，下一个环节。这个是个大料吧？大料。来，然后我们刚刚统计了一下，在这个游戏当中没有受到惩罚的是谁呢？都受着了。都。咋的？他。是我。对，是涛涛和
张浪君也没有受到惩罚吧？哎，他倒可以。刚才报那个韩老师已经受到了惩罚，最大的惩罚。对，然后我们直接进入到这个，出来，出来，站起来。啊。对，我们直接进入到就是奖励翻到惩罚环节，就是因为你们俩刚才很勇猛，没有受到惩罚，所以下面要受到惩罚了。来，我们选择惩罚。就每个人来这就必须得接受个惩罚。啊，没有输赢，只有惩罚。那你玩他干啥？你说整的没用的。那你俩一个一个来，你俩商量一下，一个一个来吗？你不是 style 吧？声源部。好啊。石头剪刀布。那涛涛先来是吧？你选哪一个？我选第十个。第十个跟着 beat 用 rap 的方式说一段绕口令。他，好吧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绕口令，然后给一段 beat。Chicken no. 啊哈，哎，白伯伯，彭伯伯，波波铺里买伯伯，白伯伯买的波波大，彭伯伯买的大波波，拿到家里喂婆婆，婆婆又去比伯伯，不知白伯买的伯伯大，还是彭伯买的伯伯大。好尴尬。可以，那来到我们的甘望星 freestyle， 好精彩，撩个腹肌吧。freestyle、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 freestyle， 就是以前，就是之前很早以前，就是其实我已经跟景龙就是有过这样的 battle， 但是就是那一次我就是始终的站在那里，我不知道在干嘛。来吧，就找我 battle 舞蹈吗？还是你自己来？Come on， 哎哎哎哎，把你学那几个舞步全抖出来，学的，来吧，来，地板动作，要撩腹肌了吗？我不怕不怕了，不怕不怕不怕了，撩腹肌，撩腹肌，撩腹肌。那个，我能退赛不？我不想。哇、wow。